特別是針對一些在私人遊艇裏面是做一些可能是違規的行為，在水警方面已經成立了新的熱線，一些碼頭啊或者登岸處有群組聚集是出海呢，咁水警呢就會跟進。至於其他懷疑違反有關的防疫規例的呢，我們一向都已經有幾個方法可以俾市民嚟到去舉報嘅，包括喺網上嘅平台一個電子嘅報案中心啦，亦都喺警務處嘅各區嘅警署報案室，同埋我哋嘅政府嘅熱線。第二點咧，就係如果市民係屬於強制檢測嘅群組，就需要盡快接受檢測。喺今早，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已經發出咗新一個嘅檢測嘅令，咁啊針對咧係喺安老院、殘疾人士院舍同埋護養院嘅員工，咁佢哋咧係需要喺14天內咧係接受強制嘅檢測。第三點係屬於應檢盡檢嘅目標群組，亦都希望大家咧係按住指示。特別是由相關的政府部門安排的免費檢測呢，亦都是按序地去接受這個病毒的檢測。第四方面，如果市民是屬於確診人士的緊密接觸者，就需要按住衛生防護中心的指示進入去政府的檢疫中心接受檢疫。最後，如果是在海外回來香港的人士，絕大部分都是香港人，他們需要按住他回來香港那個地點的風險呢，就接受病毒檢測，同埋是進入一些預先訂了的酒店做14天的檢疫。正如我們昨天說，在14天檢疫完之後，我們會安排或者在第19日、20日會再進行一個病毒的檢測的。